运送钱的画面。天还没有亮，环保车就待命。慈济志工是把一箱一箱的毛毯陆续搬上车，大家合心协力，为了把这些保暖物资能够尽快的送到花莲灾区，总共2000条毛毯还有围巾，用火车的方式运送到花莲。而慈济志工也启动了应变机制，提供受灾的民众最及时的协助。